中平是在今天下午6:40搭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台北，到机场送行的有纪政、瑞尔、吴道元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五组副主任郑森奇等人士。李中平是在上个星期六从曼谷回到祖国来，今天曾经跟纪政到新竹游览。今天他在机场的时候说，他很高兴有机会代表我国参加亚运，他很希望以后还能够继续的代表我国参加亚运会。